作家，然后我现在要开始卸妆了。嗯，哪个卸妆的？你跟我讲一下。这个卸妆特别高级的一款，那个叫什么卸妆？哎，都是日本的，你说你不知道？怎么用啊？你就把它打开之后，然后你这样，你脸的大小差不多多紧？差不多是这种，这样，然后你用手搓。搓。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搓完之后，然后你就全都摁在脸上，摁，对，然后就涂，就你感觉特别，现在特别润滑，你有没有觉得整个脸状态？可是我睫毛卸不掉的呀。可以卸掉，可以卸，这个特别厉害，什么都可以卸掉。真的吗？真的，特别好用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轻点搓，然后就把眼睛闭上，然后就这样轻轻动。我眼睛上都是假睫毛啊。哇，那你洗完能看吗？好丑啊！天哪，天哪，不要太客气。哎，那这假睫毛能不能把水池弄堵了啊？然后你要靠它的那个乳化，就是对，你再搓。很好用啊，这个东西。很好用，很贼贵。我忘了多少钱了，反正特别贵，我又没再心疼的，你用反正你少几点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随便。哎，真挺贵的。真卸不掉啊？真的卸得掉。在哪里买的？日本。我的妈呀！那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再卸一卸，就是再卸一卸你的那个。我卸不掉。能卸掉？你现在已经。我用洗面奶啊。洗面奶，你要卸不掉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。最近我一直在用，卸妆还不错。然后，你确定吗？这洗手液？这个卸得很干净，而且消菌又杀菌，不是消炎又杀菌，真的很好用。真的呀？你试一下吧，试。这洗面奶。你手上那要不洗两边放一块儿。你用自己东西用这么多吗？我就是用这么多。哎，这个男是女士？哪个？这个啊，应该是吧？你看懂吗？这是那个脱那个 expo 脱去角去角。你这他把发际线给遮住了。那次你让他拍完古装之后，他发际线往后移了。是的，就是这样的，我可以。那是去角质的，去角质啊？嗯，去角质的洗面奶。你把去角的。介绍。这个是眼影是吗？男的都不知道。Oh my god！ 你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哎，那你用？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女朋友的吗？暂时还没有。你女朋友已经化妆了吗？我以前也没问过。你不是你女朋友化妆品吗？她没有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腮红和眼影，这不奇怪的呀。这腮红是吧？是腮红吗？哎，你猜到？是腮红吗？还有眼影。这个是腮红，这是什么？双眼皮吗？双鼻子。这是什么？高光，对吧？特别聪明。哎，你是一看就知道这种交过女朋友的好可怜。哎，你好可怜。哎，一会儿我给你加个这叫可怜，绑在脸上。来，那个现在我想给林允化一个妆，因为那个。林允这个孩子啊，他人缘一直不太好，化妆师全弃他而去了。然后现在他一会儿可能是要参加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，然后我现在在这里帮你化一个妆。哦，对，是在绝技里面丢花的那个妆，啊。对，就反正你化吧。你现在化妆师要干嘛吗？嗯，你今天化妆师要干嘛吗？化妆师会帮我买杯咖啡，平时，但你今天来太突然了，我也没有准备。没事。要化妆师是要消肿，你不知道吗就是在这里就拿着我的这个神器啊，就是他要消肿，就是拿着东西震脸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消肿，就是拿着东西震脸，你知道吗？消肿你没用过吗？我会不会喷出花？有些消肿。你神经病。